之前一直有人私信我，问合成类的软件是否可以赚到钱，今天就给大家看一下。当然我会用黑科技的手段快速升级，让大家看看升到满级能赚多少钱。当然这个游戏如果你不拿人头一点点的玩，估计半年是赚不到什么钱的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把它的金币升到一个无限，然后我们一级一级来升，升到它的提现的一个额度，我们试试是否可以提现。OK，这里我们通过一系列操作已经把钱改成无限了。我们接下来来一级一级的升，当然我也可以直接把这个等级升到他想要的这个等级啊，但是我怕他中间有些奖励领不到，所以这里带大家一起从一级一级来升，因为这里我们的钱是无限的，所以升级肯定是最后可以升到的，就是时间的问题。这里我给大家来慢慢升级一下。OK，经过漫长的20分钟，我终于升到了20级。它这里有一个最低的提现，就是20级就可以提现了。我们来试一下是否可以提现到账。升到20级，一共赚了7.4块，但是只能让我们提1毛。我们来试一下，他说已经到账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是否到账。我们发现确实到账了，这里有一个红包提醒，看一下是否是1毛钱。确实是1毛钱，但是这样。确实很难赚啊，如果你没有科技的话，那你几乎是赚不到这1毛钱的。应该下面的提现应该都会到账啊。我下期更新一下后面的，看能不能到账。如果你也比较感兴，对这个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关注我，我会教给大家如何进行操作，快速提现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小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